众可以赶快路过哦。第一首歌，那第二首歌呢？我们来到日本，相信各位在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各个年纪的人，一定都有看过《灌篮高手》吧？然后《灌篮高手》也是我们这个世代人的共同的回忆，这也让我们想燃起了打篮球的斗志。那我现在要来吹的就是《灌篮高手》的主题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Thank you.
谢谢大家。